表妹，表妹，快醒醒，别睡了，我们被巨大的藤蔓给包围了。表姐，我怎么头晕乎乎的？等等，上面有野怪，还有巨大的树藤，发光的球体，你又把我拐到什么奇怪的地方来了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一觉醒来就在这里了。看这漫腾的样子，应该是到了远古时代吧？远古时代，我才不信那些。表姐别担心，凭我们的聪明才智，肯定能出去的。这里是远古魔王的地盘，收集远古宝石，打败魔王才可以回去。打败魔王？哼，这还不简单嘛，小表妹，咱们这就分头去收集材料，制作武器装备吧。得嘞，表姐我先走了，下面木头很多，就让野人把守，先给你个出其不意。站住！哪里来的人？我咋没见过你啊？你回生二活熟嘛，别动不动就抡棒子。小表妹别怕，我来保护你。你去收集木头。哎呀，表姐你难得靠谱一回，野怪就交给你啦。等会儿送你一套工具。树藤下还有很多石头煤炭，这下火把和石器也不愁啦。站在这里还不怕被怪物发现？你们这群小贼，我才刚挖点煤球来打劫。嘿哈嘿，下去吧你！打完就跑，别招惹更多。等等，对面铁矿、金矿都是成片的，赶紧过去挖掉。先挖点铁，这可是初级武器的必备材料。姐姐，你就打算这样慢慢发育吗？那也没办法呀，还是你有更好的建议。也不知道表姐跑哪儿去了。哎，对面有土块，刚好可以做熔炉，看我瞬移过去，先提炼出铁矿，做一把利剑。小白妹回来了，糟了，走火了，快躲开！啊，臭表姐，你哪里来的火箭炮啊？野怪不炸，你偏要炸我！不好意思啦，小白妹，这不是一激动走火了吗？哼，你告诉我在哪找到，我才会原谅你。我告诉你就是啦，我就和神器空岛一样，在岛上找到的呗。原来是这样，我也去找找，谢谢表姐啦。拿着表姐送的飞行背包，就不用一块块铺路了。空岛岛上这么显眼的宝箱还没有守卫，我就收下啦。怎么是个彩蛋枪？虽然有无限射击，但能有什么攻击力啊？去下一个岛看看，沙漠岛重兵把守，一定好用的神器吧。什么嘛，一把喷射塞子，溜溜溜了。竹林岛也有野怪，走围绕开，你们是打不着我的。看到宝箱了，有星星礼盒，还有一件防具，还算不错，是点新鲜续命。小妹妹，我找到远古宝石了，你快过来。表姐怎么什么都让你抢先了？而且我找到的都是一些没用的道具枪。说明我运气好啊，你看我的都是加特林，还有98K。走吧，咱去挑战远古魔王。妈耶，是地心人和棒棒蛋，怎么突然就冒出来了？表姐小心，我打打打。笨蛋表妹，你还是别添乱了。我也不是故意的嘛，那我们赶紧去地狱岛召唤远古魔王吧。表姐我还没准备好呢，怎么光着不认你啊？我这变蛋枪和彩蛋枪怎么打呀？没事啊，小白妹，我有无限射击的火炮，突突突，三两下就把魔王搞定了。可恶的表姐，你就不能早点出手吗？还白白挨了一顿打。